本期讲解一个最新 AI 美女号撸公众号流量主项目啊，就是撸收益，流量主的收益啊，简单无脑操作，可以批号多号，批量多号矩阵操作啊。课程内容包括项目的介绍、操作视频，就是实操，还有这个 RPA 自动化脚本、文案素材、图片素材怎么寻找、怎么制作，还有公众号流量主的注册方法、公众号流量主的运营手册，还有快速写作，这收益图大家看看，还是比较猛的啊。单号，这是单号，可以多号批量操作。自动化教程，这里面有详细的讲解，包括视频教程还有文字教程都有，还有这个文案，还有这个脚本的合集，脚本合集也非常多，还有这一个视频教程，视频教程养号教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AI 美女号或者是公众号流量主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